哇哇哇！干啥？你要刷几遍？开门，走走走！新浪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肖战，我是王一博。哎，没错呢，今天是7月10号，我们来新浪娱乐入职娱乐新小编，然后心情非常的激动，然后带大家一探，微博新浪娱乐背后的故事。特别迫不及待，哎，特别的开心，特别的好奇，特别的开心。对，那走吧，走着，走您，走。走走走走走啊走！当心点路。哎，谢谢王老师。哎，谢谢王老师嘞。对。这个楼里的新浪所有工作人员，请吃一顿饭。哎，你怎么已经在吃了？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谢谢。谢谢。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新浪娱乐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战，我是老王。第一个工作呢，就是我们需要现在把这条直播的微博转发到自己的微博上去。那转发完了，你现在跟网友互动一下。王一博，肖战，因为陈情令喜欢上肖战，肖战哥哥我来了，王一博我来了，期待王一博，我能评论吗？就是评论。开始了是吗？好，那最后呢，再来以你们俩两个人的身份来安利一下陈情令吧。好，发了。贾老师就会画画了。我没有，我现在已经不行了。你喜欢素颜还是化妆？素颜。喜欢猫还是狗？狗。可乐还是奶茶？雪碧。可乐。火锅还是麻辣烫？火锅。做饭还是洗碗？做饭。都不选。要脸蛋还是要身材？身材。身材。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？日久生情。全键盘，就是全键盘。刷了牙吃早饭还是吃了早饭再刷牙？刷了牙。刷了牙吃吃早饭。裸睡还是穿睡衣？裸睡。不裸睡。喝咖啡加不加糖？不加。自己秃头还是对方秃头？对方秃头啊。王老师呢？对方秃头。WiFi 还是空调？空调。哇 ，WiFi。喜欢小苹果还是？喜欢精灵。我喜欢那个仙子，啊、对仙子，对，不错。好，皮裤还是破洞裤？破洞裤吧。那完成吗？好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两幅画呢，要靠你们的掌声的分贝来判断两个人谁获胜。来，跟我后。来。没有掌声是吗？打平手。娱乐。键盘有点不离，键盘有点不离。交给你，你试一下，你试一下。啊，确实是真的。是吧？是吧？我没有骗你吧？剪刀石头布。你打我是吗？打你啊。这样吧，看谁打的次数多。你要放上来，你要放上来。两次，三次。哎，三次了，刚才王老师。王老师，王老师，你中我。还有什么？没了吗？就没了。哦，有有。咱们平时有交流保养肌肤的这个。那要问一下王老师。那要问一下战哥。那要问一下面膜了。那要问一下王老师怎么保养的这么好，吹弹可破的。就是
多睡眠，然后就年轻，就恢复的快。羡慕。哇哦！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吧。冷个笑，又遇到了男二公子，门关出来看月亮啊！啊，男二公子，我是来找师姐他们的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拜帖我已经找到了，都在我怀里面，我现在给你看。我怀姐姐，触犯滥食家规，夜归者不过毛食，不允入内，触犯滥食家规。私在酒入内，触犯滥食家规。你说的到底什么话？我真的不太会讲。男二公子，我也是第一次来到你们姑苏南市，很多规矩我确实不太懂，但是我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。而且我那会儿不是很急着想要找江城和师姐他们噻，恁个嘛，你都放我进去看一眼，我都看一眼。哎，王老师要不要帮他？不用，我怎么帮他？不用。哎，你很菜哎。不会这一盒吃完了你就可以。好，一个王老师可以帮他接一个。好，还有一个他算是吧，他也算啊。你扔给我。我要不要再来一个？可以。你也太拼了吧。我超厉害，超厉害。咋了？好，非常棒。来接着。恁个天之笑，我分给你一坛，你当作没看到我行不行？不中。不能笑场哦。一百分之八的最佳一等。烂赞，你陪我天之笑。你转身。蓝天白云算什么用？算。机不可失。什么？机不可失啊！望穿秋水。望穿秋水。还有一个。蓝。蓝颜知己，好，就说了，谢谢。就这样嘛，蓝颜知己啊！你是啥子哦？姑苏滥食家规。两个多啊！啊！喂，把酒放下，接着来听觉，说到你今晚触犯多少滥食家规？啊！我说，还好我没生在你们恁个古板可怕的姑苏滥食哦。连云深不知处敬酒，那我不敬些，我在那点喝，总不算不戒了噻。你体会无限在悬崖边上的时候，蓝忘机用哪只手抓住了他？左手，右手，右手。给魏无羡做记一个苹果的女生叫什么？阿烟。背出一段男士家规，背前十条。夜泊卯时不可入内，然后不能喝酒，在云深不知处敬酒，不可喧哗，不可打闹，不可杀生，不可执行，不可执行啊，对，不可私斗，不可夜游，不可夜游。你们家真的蛮严格的。要爱护公物，爱护环境，才爱护花花草草呢。对。魏无羡挨了于夫人，你念几个鞭子？四个吧？不对，三个，五个？不对，六个？不对。蓝忘机背上有多少道戒烟的伤痕？我天哪！肠外，什么又开始扣题？33。下一集，魏无羡对金陵说了一句什么，给了自己一个巴掌？哎，这些话好残忍。有娘生为娘养，冥顽不灵，走。好。哥，好好写好不好？别，求你了。这个不行。我哥，哎呀，收手吧。哎，我哥真的不太善良。读一下这段。哎呦，我的天，战哥，我的天，还要夸吗？太优秀了吧，演技颜值全都在线，非常敬业，天天请我喝水，个子高一点，那三年年虽然91年，但是说到97年肯定都有人信。好，那一博念一下刚才邵老师给你写的那条。很棒，王一博。有缺点吗？没有。有吗？没有。有吗？哦，还要展开文字，看到没？还要展开文字。赢了。好，那我们刚才经过了。谢谢王老师，谢谢肖老师，谢谢王老师，谢谢。耶，合照一张。
OK。三二一。新浪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，我是肖战。感觉不错，就还挺好玩的。在当小编的时候要发一些就是很怎么说呢，很幽默很娱乐的娱乐性的一些文字，要脑洞很多，要去想怎么发这些文案，但是又好玩又能引起共鸣，但又不过分，所以其实还挺好玩的。不太适合吧，因为我坐到电脑前我就可能想要打游戏了，不想打字了。我 OK， 因为我毕竟以前有过这种经历。对，我可能想做的东西太多了，可能会想做赛车手，滑手的话也可以，但是滑手的话可能会很难，跳舞蹈老师什么的。我可能就画画吧，可能美术老师，做设计师什么，设计师老本行，然后现在就是想开一家那种西点店也不错。你会加什么肉？免费吃，天天吃。当然，哇，绝对免费。点外卖，绝对外卖不送。粉丝们好像就是一度好评吧，从二级以后，住嘴吧。就是新沉下来了的感觉了吧，就是主要其实太久了，我觉得我们感觉过了很久了，其实从拍的时候，可能从开拍就会担心这一点吧，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反而就已经习惯了。空调、饮料、冰饮料、冰饮料、饮料、电脑、电脑、网络、我天哪，太爽了。每天早上8点钟跑，然后上午是体能课、武术课，然后下午就是围读剧本，然后台词课，就天天探讨，天天跟肖老师学习。开始了也没有，就我觉得还看角色的人物不一样。对对对，就有时候我们俩，比如说戏，其实到后期我们俩都有一些戏都可能拿的不是这么准，我们在现场就会问对方的感受，就如果我这么演，因为我们会对戏这样演好一点，还那样演好一点。对，你觉得你的感受是什么样，我们都会互相问。其实我们俩之间的打戏还好，主要是我们俩合力打别人。对，乱葬岗的时候，还有精灵台的时候，记不记得？基本上都是你站那吹，我在下面打。精灵台我们俩一起打的，你记不记得？就是打开之后就下来，然后精灵刺了我那一剑在上面，我们配合一下。那你也没打几下吧？那算是还行了吧，算是我们俩合作打的。对。会飞就行。飞到楼上开窗户就哇，太爽了吧。当然记得，哇，那场真的绝了。那场是有原因，那场因为拍到凌晨4点，对，拍那个尝试灭门的那一场，我们俩真的困到，就是我们俩很奇怪，困到某一个点的时候，就狂笑不止。我们俩那天真的控制不了了，就我们俩已经就是互相掐对方，就是别笑了，打打打打打，然后别笑，停不下来。主要他老说错那个，我说的什么？此处什么必有蹊跷哦，没有蹊跷，必有蹊跷。主要是很认真的一个我们在判案，就是因为这个点，然后就对对对说错了，就狂笑，然后就过不去这个坎儿，下就一直在笑，一直笑。啊，我觉得好对不起，那场完了之后，然后我们俩就跟导演道歉，就导演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实在是我们俩不知道发什么疯，然后到那个点就止不下来，还好最后我们俩收住了，然后最后完美的 ending 了。其实那场我觉得大家都扒烂了，其实还有一场特别惨，你记得哪一场？我被精灵捅了一剑，然后躺在那个树下。你那个发冠可以把水给你挡住啊！
那场我是真惨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你要说我是背着他，就是比如说雨是这样落的，然后我那个发光超高就在这儿。然后我脸就剩就基本上干干净净，没有滴水都没有那种感觉。然后但他脸啊就是跟洗脸，因为当时我靠着树，然后我要很虚弱，我的脸是要抬起来一面那个雨，然后他是这样勾着，然后他那个大发冠就把水全部兜着，小雨伞。当时就是想问天问大地为什么。有约过去种发，是是是是是是有老底儿都被你掀出来，没有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好。其实我们俩就拍的时候就，因为我们俩时间太长了，每天一大早然后拍的就拍到晚上，然后收工回去我们俩头发都不行了，就是已经被定死了，就头发都回不来了，全是胶，全是那个酒精胶。还要用酒精卸，就特别伤头发。然后我们俩那段时间就瞎聊，就说哎，要不要去考虑一下，结果也没有时间，哪有时间。游戏啊，就有时候会问一下最近在忙什么呀，然后在滑板啊什么，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想一想滑雪单板，因为之前我去滑过就双板嘛，我觉得单板很酷，然后就跟他聊，他说他正好也喜欢单板，就他去年的时候，对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两个想约，就说一起滑雪，然后他说哎我然后他说哎好可以去，他也想学的，然后就去年就再约，然后就约到了今年有没有一起去，结果今年他前段时间然后我就先去了，然后他刚好问在干嘛，哎我是先给你拍了对不对，对你先给我拍了，他发给我了，对，他说哇你居然在这个时候去滑雪，对，我一般看照片嘛，我看到捕风人啊，捕风人是我把渔夫帽戴到帽子上的，就是 hiphop 这边都会这样穿搭，会把帽子啊，或者是渔夫帽扣在帽子上，对，很酷，只不过我那个帽子就是短了点，像，对，那战哥有没有看到让你印象深刻的东西？王一博与机车店女老板合照，你自己解释吧，那个。不是女老板，就是我买车店里的老板的那个员工，然后就很喜欢我，就是大家一起合个影而已。但是然后那天我就提车把车骑回去，然后就只和拍了张照片而已。会用了，有用过，有用过。老鹰捉小鸡，老鹰捉啊，对。明显我稍微强一点点吧，其实就是你知道爱用嘛，其实就是不光我打，不光我一个人打他，就是昨天录快本就是卓成那个舅舅的扮演者也见面就打他，就都爱打他。为什么这么喜欢打？这个要问你自己了吧。我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，就一旦有一个人先挑衅另一个人，另一个人就会说开始了吗？开始了是吗？就是因为我们在剧场就可能会无聊就怼几句，然后怼几句，然后怼到另外一个人，就因为莫名其妙的开怼，然后另外人就会说来了是吧？来了，要来了是吧？开始了是吗？水果，动物，你不要说那个，我说啊，还行吧，说。像什么？你觉得战哥？丧，是吧？菠萝，你说我吗？菠萝，说那你凤梨吧。凤梨跟菠萝不是差不多吗？那你就火龙果，榴莲，榴莲，你榴莲。吃什么啊？昨天知道他不喜欢吃茄子啊。对，就小时候吃茄子好像吐过，所以就闻到那茄子味儿我就不行。你讨厌吃什么？没什么讨厌的。我
其实没什么。我跟他一起吃饭，没听到我说他什么不吃的。我不吃胡萝卜。啊，对对，不吃胡萝卜，但是也不是说不能吃的那种。对对对，就是他讨厌吃胡萝卜而已。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区分开的，都是赚钱嘛，是不是？只不过出道的方式不一样而已。我觉得演员也可以唱歌嘛，但谁说唱歌的就是一定是 idol 呢？哎，我说打游戏哦，他还不错，每次他打电脑游戏很菜的，但是打手机游戏还不太挺。昨天哇，昨天真的就是打，我说打手机游戏很厉害吗？对对对，昨天那一场就。MVP MVP 做呗，价格好商量。你觉得会找你吗？你这么厉害啊。那我接不接还不一定呢。就还蛮好笑的，真的。收手吧好不好？不要这样了。怎么了？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怎么了？就是和平相处好不好啊？和平大使给你比枪。和平，Love and peace。 我其实真的还好， 我穿衣服真的就是很随意，就是可能就是大家都可以穿得出来，就是没有说是像，主要是颜值，没有，真的就是，对，不会，就是走到一个很极端，就是一个舒适，然后适合自己就好，就也不会像老王这种帽子叠戴是吧？我怎么了？就不是一个风格，就是，对，就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。当然想，其实第一站的时候就想要拿比赛，但是很意外。结果对，是拿到了吗？没有，我是按理说我肯定能拿的。哦，你已经比赛了？对，哇，我那场是排位赛拿的第一，但是就是车坏了。对，就很意外。然后但我今年在八月的9、10、11会参加就是 ARRC 的亚锦赛，在珠海。哇，期待一下。哇。现在的话应该是赛车、滑板、乐高跟游戏。好，哇，游戏排最后。那个游戏真的现在没有什么好玩的游戏。生日我可能会在珠海练习。战哥没那么狠。对，很好。哎，战哥送过我生日礼物啊，送了我头盔啊，去年的时候。去年的时候。对，今年有没有想好送什么生日礼物？我觉得每次送给他生日礼物其实还蛮难的，因为大家都送给他头盔什么，赛车服啊什么的，不知道送什么，可能期待一下吧。行，期待一下啊。好的，期待一下。你睡觉不关灯啊？不敢，我在酒店都是开着电视睡觉的。哇塞，那更吓人！我跟你说，那个电视你懂吗？不，你懂吗？我会把走廊的灯开开。万一跳台的话，你懂那种自动自己跳台？不，你懂吗？不懂。闭嘴！我会把走廊的灯打开，然后再把电视放到中央五套，然后你早上起来，它就跳到了。闭嘴！中央一套，然后声音开到三。对，为什么要开到三？因为就是刚刚好，能听到又听不到。然后突然你声音飙到60，你有病吗你？哎，但我还胆子真的小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们有一次大家一起，就阿林的演员一起看一个什么电影，恐怖电影《昆池岩》。哇，胆子小到爆炸哈！我现在家里也开着灯睡，我会把走廊灯开开，然后就是，然后我走廊在最门口嘛，我房间屋在后面，然后就把门开一点点，然后露一点点灯光进来。哇，这样更吓人！你想，你看那个门缝，然后有个眼睛在那个门缝看你，和就是开一个大概40度、35度角的那种。对不起。就算问到了过就好了，没什么。对啊，你问到我也会给你绕开。打扫一下清洁啊，倒一下垃圾，分类一下，然后哎，可以垃圾分类吧，我觉得垃圾分类吧，这么难的吗？垃圾分类吧，因为我觉得很有意义，觉得可以下一个新小编，然后就
尝试一下垃圾分类。哥哥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。不是。哥哥只有我的呀。哥哥还有摩托车。还有摩托车。对对对，还有家人。我是全世界最懂哥哥的人。那我妈呢？对啊，父母呢？哥哥待会看的是我。我没戴眼镜。啥？我坐的飞机一定是真的。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对啊，官方打脸，真的不可能。哥哥，有的时候可能瞟到你了。哇哦！他不是说一直看的是他吗？可能一扫，哎，瞟到你了。你让我怎么说？冒汗，我现在。对，其实就算没有戴眼镜，在人群当中，也会一眼看到你。模糊的，朦胧美加滤镜了，多好。抱山散人，藏色散人，抱山散人是藏色散人之徒。